请看讲义第二个段落，愿品。善导大师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归纳成五愿，再将它归纳，把这五愿归纳为信愿行三口，越来越简单，越简单越重要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净土法门的广大，净土法门的殊胜。那前面我们学过信品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愿品。第十三，光明无量愿。我作佛事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民千万亿倍。第三十三，于地受五，寿命无量。净严大师称为摄法身愿，以其摄法身成就也。真解，这都是日本古大德的净宗，真正有成就的大德啊，他又为我们细数这两愿，为真报身之德，又为此受光无量而愿，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。同学们都知道，佛有三身：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啊，应化身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所实现的是报身。报身度小乘圣者、大乘菩萨，报身身相高大，没有那么大的福报的人，佛不相报身。释迦牟尼佛早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2500年前，是应身、化身。应化身的时间很短暂，机缘不存在了，佛身就不现前。
随时间短，度众生当然数量就少了。报身无量寿啊，四十八愿里给我们讲的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只要我们看到这两句，我们就知道那显的是报身。报身度小乘人，也度大乘菩萨，时间长，度众生方便呢。所以真解的说得好啊，这两愿就是十三、十五。十三十五寿命无量，十三光明无量，光明空间，寿命时间，无量无边际的时空，佛在不在？在，菩萨在。不是普通菩萨，化身菩萨了。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示现的寿命光明无量无边的，是为了度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现这样的身，所以是方便法身大悲之本。下面是改无量寿，在说穷三期，佛身常住。众生有依靠，无量光横遍十方，德用周遍，摄化无尽，故为大悲方便之本，报身之实德也。故知愿中自是光寿无量，摄为一切众生悉皆光寿无量，极乐一真，直是弥陀化身之流现，故四十八愿全显化身。你要了解极乐世界的状况，四十八愿就是最简单扼要的说明。在这篇经文里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我们接着看。此愿意思是，我法藏成佛的时候，愿我的光明无量无边，普照十方，一切净慧国土，
诸佛世界净土，六道轮回秽土，在这里面全都看到了。往昔法师说，恒舍十方虚空无边，故国土也无边。国土无边，故众生也无边。众生无边，故大悲也无边。下面是大悲也无边，故光明也无边。光明无边，故摄取也无边。再把它精简，一要言之，余业无边呢，故光无边。光表的是智慧，佛的光寿无量无边，菩萨的光寿也是无量无边。极乐世界比我们这里殊胜太多了，我们跟极乐世界怎么能比？这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心愿。你要真正相信，不怀疑，恭喜你，你福报现前。你这一生得度了。什么是得度？第十八愿，圣念必生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你要问我，你有没有把握往生？我反过来问你，你有没有信愿？如果你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真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没有怀疑，佛寿无量，佛光无量，寿命无量，第一德，有的是时间。光明是表智慧，光明也无量。经文里就讲到啊，诸佛光明所照圆净，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啊。到他成佛的时候，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不为预计，自然的。所以阿弥陀佛，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，千亿万倍。可见弥陀光明绝胜诸佛者，盖因前生愿力超绝，我们在第六品里面读过，第六品是为我们细说
四十八愿，我们读了，永远放在心上，深信不疑，发愿求生呢，亲近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也。这样的老师出现在世间，就寿命无量，我们能放弃吗？能不要跟他学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。第十六愿，声闻无数啊，我做佛事，寿命无量，各种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。这个话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实状况，本师释迦牟尼佛转告给我们，介绍给我们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要有愿心，我们肯念这一句佛号，决定求生，我们就有份了。寿命无量这一愿里面，既然指佛的寿命无量，同时也说明过中无数声闻天人寿命皆无量啊。第十五寿命无量当中，舍为彼土教主寿命无量啊，教主住世的时间短，教化众生的时间就不长，众生不容易遇到，像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个例子。我们这个世界有限的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相法正法相法末法总共一万两千年了，佛陀当年住世人寿是一百年的，佛出现在世间以后，随着众生造业，业越造越深，果报越来越可怕啊！正法应该是一千年，缩短成为五百年，
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，我们还算不错，生在末法一万年，第一个一千年，还有机会能够听到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文，不容易啊！我们要珍惜啊！要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问题解决了，佛的寿命无量寿，每一个往生的人跟佛一样无量寿，无量光，光是聪明智慧。你在极乐世界决定成正觉，这正果位啊，正什么果位？究竟的极果。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，没有这样的智慧，我们的修学得不到真正的成果。好在我们寿命同福，光明同福，有佛这个能力，在佛陀这一会之下，圆满证得无上菩提，究竟涅槃。啊，所以底下说得好，弥陀是报复，极乐是报土。教主寿命无量，是真实的无量，不是有量的无量。这一句话很重要。用现在的语言表达，寿命无量是指绝对的无量，非相对之无量也。这个愿下面说明，过众人民寿命一切无量，呈现大事实，人民寿命无量，净土第一大业。往昔这都是日本的古大德也这个说法，住落根本只在此愿，这一愿就是寿命。极乐世界第一德是什么？寿命长，真长，不是假的长，这个要注意记住。啊，极乐，极乐的根本是什么？寿命长，有时间享福啊。寿命短了，时间不够，不行了。又如《群疑论》里头讲，
彼国人民命极长远，纵令凡夫还如变异，了分断生死，而如变异生死，究竟成佛。那么极乐世界见佛闻法，一切时一切处皆是真相，这一句话很重要，无有退远，不退转呢、啊。寿命又没有无量，而且是无量的，所以不论什么样的根器，上上根下下根，只要你我生极乐世界，必定成佛，称之为净土第一德，良有一也。这些话重要，我们要牢牢记住啊。第十七愿，这愿也非常重要，诸佛称赞愿。我做佛时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，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第十七愿。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啊。我们必须要记住，机会就晓得是多么的难得。我们今天遇到往昔大师说四十八愿当中这一愿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如果没有这一愿，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？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？所以这一愿重要了。往生，我们今天能够遇到往生这个大教，偏在此愿恩德了，所以劝我们要善思念之。望希大师的意思说，若没有这一愿，则我等身在娑婆秽土，如何能闻彼土之教主与佛刹之名字？彼佛彼土甚妙功德，清净庄严，若未曾闻，又何有发起求生彼土之深愿？故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，是有此愿之力。故本师世尊于此土于此秽土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及其国土
不可思议功德，令我得闻，故赞曰：四十八愿中，此愿至要。太重要了。会所里头说，称叹我名，称我名者，这里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诸佛称扬，彼佛得厚。第二个，诸佛自觉称名之人，如彼小经，小经是阿弥陀经，成正护念称名之人。第三，诸佛与诸佛之间也互相赞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冷静观察这个团体，是兴是衰，一眼就看穿了。看什么？看他是不是互相赞叹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生，只要生赞生，决定行往。如果互相回报，一定是衰亡、衰退、灭亡。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接着又说三世诸佛以弥陀三昧成等觉故，这表诸佛称赞之意有三。第一个，诸佛称赞彼佛甚厚，佛跟佛没有不赞叹的。诸佛赞叹一切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，哎，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，记住，一切诸佛都称赞你，稀有难得。我们想要诸佛赞叹我们，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。啊，所以诸佛本身一称念弥陀甚厚，一念佛三昧圆成佛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明天还有一段，行、信、愿、行，行就是一心称念。